垦车二三十辆大小车辆都是台中南天宫所捐赠，特别选在67年公庆这一天集体回娘家。庙方遵循古礼，举办过火祈福仪式，希望保佑所有车辆行驶平安。吴诸位捐赠给台中市政府。台中南天宫欢庆67周年公庆，以公益方式弘扬关圣帝君五伦精神，捐赠救护车给台中市消防局，并发放生活用品物资帮助弱势族群。市长林佳龙也受邀共襄盛举，上百人齐聚南天宫欢庆，热闹非凡。关帝的经典里面，这有一句，这是救济济贫，所以我们捐了救护车，啊，这是分秒必争的救济，啊，来达到一个急难救助的工作。感谢啊，南天宫啊，这个社会慈善的一个啊捐助，哦，越来越多，那也代表我们社会是一个温暖的城市，那也呢发扬啊关圣帝君啊的侠义精神。宗教信仰凝聚人心，南天宫恭庆带头做公益，盼抛砖引玉，吸引更多民众一起加入助人行列。三立新闻江俊阳台中报道。